欢迎来到我们的烹饪节目，只是最后一场比赛，这将决定谁是冠军。大家好，我的中文名字是马伯恩，我是美国人，我会说英文、西班牙文和一点中文。我是大学生，我的专业是烹饪艺术。我的专业不太难，可是我有很多的功课。我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。毕业，我想去中国。我想在那里开一家餐馆。大家好，我叫欧阳安，我今年21岁，我是杨百翰爱达荷大学的学生，我从加州来，我想成为一名家庭主妇，我要赢，因为我想要一个丈夫。早上好，我来自，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艾君哲，我是美国人，我会说英文、西班牙文和一点中文。为了我的家人，我想要赢。我的家就三个人，我的爱人、我的孩子和我。我爱我的家，我想为他们赢。加油！你正在做什么？我在做饺子。哦，饺子，非常好。你正在做什么？我正在做面条、煎蛋。我在饭馆工作，我要吃我妈妈的吃饭。她做很好的汤圆，她给我很多零。你正在做什么？我正在做鸡肉，炒鸡肉。可是我有一个秘密，我不会做饭。我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帮助我，可是我不会说中文。我打电话一个中国餐厅。喂，我想点一盘鸡肉。我吃我爱人叫川江市，你喜欢一个我爱人鸡吗？哦，我有一本我爱人鸡。不要不要，请等一下。不可以，再见。为什么？什么？你好了吗？对，好了。哦。打电话，风的暂停。
欢这种。今天下午五点。哦，你们快点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你好了吗？好了。耶，我也做冰水。冰水。非常好喝。啊，就是你的肌肉，啊，放满肌。啊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再见。啊，非常好。马博文的饺子，欧阳安鸡肉和爱情吃面和冰水，马博文。很好，马博文。爱情吃。来了，来了。很好，冰水，冰水。欧阳安，哦，非常好。你赢了，欧阳安。非常好，你赢了。我想要长福。